这个最明显的，在1分钟就充了3000。哦，在这个提到1万块钱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一次性充3000的有几笔，花了8万多，花了8万多。当时我听到他花了8万块钱的，当时呢，我和我老公呢，起了饭都没吃，对于一个普通工薪阶级来说呢，真的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。那你这个充值钱是干嘛的？在那里面？买装备，买装备，嗯，不买装备呢？那个游戏不买装备是我玩不下去的，刀啊、手雷啊、那个手枪啊。首先，我就以为不是这个数，就随便那个1、2、3、4、5、6就搞出来了。为防止家人发现，小翔都会删除银行发来的短信提醒。这个游戏，你看随便进入这个页面，随便一点开，它就直接进入了，是吧？不需要什么实名，直接就可以玩了。双币现在必须认证，现在目前游戏已经开启了实名认证，请玩家尽快的进行实名认证，以免后续不能进行游戏等问题。您这个情况，我们要向公司去反馈的。我们大人呢，也是也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对了，还是也是没注意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玩这些游戏花钱的，这些是他们要工作挣来的，那些都是他们血汗钱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